尊敬的诸位大师、诸位嘉宾、诸位大德、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得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与大家聚会。今天在座的有从美洲来的，有从澳洲来的，有从非洲来的，我们一些人在来自亚洲加上欧洲当地的嘉宾，所以今天的聚会的大众是来自全球五大洲，在此共聚一堂。非常感谢大家对净空之友学的爱护与支持。今天这个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为何来到教科文组织。去年九月，在多国大使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共同努力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成立了。为什么需要成立这样一个办公室？它的宗旨与目的何在？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振兴普世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因此净空之友社的宗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对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言语和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净空之友社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落实它的成立宗旨，普世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以什么方法来达成这个目标呢？以振兴普世教育的方法。这里的普世教育指的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智慧的教育。全世界人都知道教育很重要，但是并非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有效地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最早的教育专著《礼记·学记》有这么一句话：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建设国家，领导人民，以推行教育最为优先。这句话在现在人看来可能不容易理解，因为教育的种类很多，
这句话并没有指出什么样的教育是最优先的，但是对于中国古人而言，这句话已经把问题完全说明清楚了，没有任何疑虑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中国文字里面，教育这两个字是分开来定义的。说文解字，解释教的含义是教，上所师，下所效也。意思是教的意思在于效仿老师的思想言行，是学生效法的对象。所以从事教育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身教的好榜样。说文解字，解释喻，喻字的含义说，喻养子是做善也，教养子弟的目的在于使得他们成为善良的人。这个善人在中国古代的标准就包括圣人、贤人和君子这三个层次。中国古人度数志在圣贤，要操就圣贤君子，所用的不外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这四种普世教育。所以中国古人说到教育时，自自然然就是讲普世教育，总结上述教育的意义在于施教育人以身作则，做出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教育的好榜样，让学习的人能够效法，也能成为圣贤君子。圣贤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和谐，国家自然安定繁荣。对教育所下这的这个定义，不但在古代成立，在现代社会同样适用于成立，而且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如何落实这样的普世教育显得特别的重要与迫切。东方的儒释道和西方的宗教都是教导人们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智慧的教育，所以都是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的普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振兴这样的普世教育，以其促进世界和平。宗教的普世教育，二十世纪世界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波斯说，宗教是人类所必须的。在此我想以中国文字来阐述宗教的意义。依照中文字义，宗教这两个字的含义如下。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
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换句话说，宗教是普世教育，是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育。我个人对这样的解释感到很满意。其实不仅我个人，而且还有其他人也满意这样的解释。在我提倡宗教团结的这20年来，在世界各地遇到各种不同宗教的领袖与代表，他们对于这样的解释也都能够接受，他们都肯定自己的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肯定自己的宗教是普世教育，依照这个定义，儒释道也都涵盖在宗教范畴的之内。我们回顾世界各大宗教的创始人，无论是西方的摩西、耶稣、穆罕默德，还是在东方的释迦牟尼佛、孔子、老子，会发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传道教学，他们教导人们正确的认识宇宙与人生，教导人们爱的重要性，教导人们伦理道德因果与圣贤智慧。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伟大的普世教育家。那我们去研究他们留下来的教诲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我们相信他们都是见到真理的人，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真理罢了。他们教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提升道德涵养与生命境界，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以下我们从几个宗教的典籍当中列举出爱、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金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各个宗教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是所展现的普世教育的精神，印度教的典籍告诉我们，神圣者常与行、思、言三处精进，则利泽众生。在生育和教养方面，母亲和父亲所受的痛苦虽几百年，也不足补偿，以宽恕征服怒气，以诚实征服邪恶，以慷慨征服吝啬，以真理征服虚假，人人都自是其行为之果。那有恒心、温和，并且忍耐的人，那避开恶行的人，
那并不害人的。那自治的、自由的人，能够得到天上的福乐。犹太教的典籍上说，不过是慈爱、诚实离开你，要写在你的景象上，刻在你的心盘上。一人的父亲必得大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而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的羞耻。挖掘坑的自己必掉入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面的阴间。佛教的典籍上说，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色戒，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一切众生心相依护，造业业已，由是故有诸趣轮转，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儒家的典籍上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父，地同载，夫孝，师于四亲，忠于四君，忠于礼神，言思可道，行思可乐，乐意可尊，做事可发，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会敌戒，从逆凶为影响，圣人因言语较劲，因轻语较爱，圣人之教不速而成，其正不言而知。基督教的典籍上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祈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当立我心善，就可以永远安居。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守他命令的是聪明人。伊斯兰教的典籍说，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么与你相仇者豁然之间会变得亲如密友。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连续孤儿，当救济平民，
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而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凡敬畏安乐而且修行修身者，将来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以上是非常概略的列举不同宗教当中普世教育的经句，这些只是宗教教义的海里面一滴而已，但是从这一滴当中，我们品尝到了这些宗教教义的滋味，那就是普世教育的精神。既然宗教都是普世教育，那么宗教就可以团结。宗教如何团结？团结在爱，团结在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以下我将举出20年来我们从事宗教团结的实际实例，来证明宗教团结确实能够实现。宗教团结的例子，2005年，我与一位当时退休的政治领袖见面，一见面他就问我说，法师，你走过许多国家，也见过不少政治领袖，依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我回答他说，只要你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哪4桩？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同样的，族群跟族群，政党跟政党，宗教跟宗教，也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就和平。他听了无话可说，我解释说，这件事是很难，非常棘手，但是从宗教下手就能做到。毕竟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还是比不信宗教的人数多。只要宗教跟宗教之间做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的榜样，就会影响政党、族群与国家，这三者也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问题就解决了。他认同了我的观点。我之所以敢如此有把握地说宗教能够团结，是因为我已经做到了。从1998年开始，我用1年的时间在新加坡9大宗教团结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新加坡政府对我们团结宗教的工作感到很满意，特别表扬我们。当时的一位高级部长对我说，他说我们在新加坡
有个宗教联谊会，成立以来已经50年了，所办的活动主要就是各个宗教的领袖每年聚餐一次而已。你是如何让各个宗教如此团结起来的？我说，我们所用的方法是佛陀教导的四摄法，也就是四种公共关系法。现在简单地说，仪布施就是多请客多送礼，这样就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的感情啊。例如我首先主动拜访新加坡的各大宗教啊，赠送每个宗教10万元新币的见面礼，赞助他们所做的社会慈善事业。这一份重礼引起大家对宗教团结的重视。现在回顾起来，这一笔钱用得很有价值。第二，爱语，说真正关怀与爱护对方的话，令对方欢喜的话，我们赞叹每个宗教的教义，肯定每个宗教的价值。宗教最怕互相拉线头，所以我们肯定每个宗教都是第一，没有第二。信仰哪个宗教都好，宗教之间不应该拉线头，那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三个，利益，做出利益对方、帮助对方的行为。当时新加坡有个宗教所办的学校，需要购买教地，但是经费不足，我们就联合办一场义卖会，将所得的款项全部赞助这个学校，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第四个，同事共同从事一项工作或一桩事业，在新加坡一个宗教举办大型活动时，其他宗教领袖与信众会一起来参加。例如99年的平安夜，新加坡天主教的教堂望弥撒的时候，50位佛教的法师穿袍大衣，他们最正式的礼服参加望弥撒，场面非常壮观。我们发现团结宗教最好的方法就是组团旅游。平常各个宗教领袖都很忙碌，难得见一次面，即使见面也只有1-2个小时的聚会而已，没有机会深谈。出国旅游的机会就不同了，大家每天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有许多的时间交流，彼此无话不谈，真是变成了好朋友。我曾分别陪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宗教代表团出国旅游，都做得很成功。2006年，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活动，邀请新加坡9大宗教的领袖上台，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
确实做出一个典范，向大家证明宗教团结是确实可行的。啊，即新加坡之后，我应当时澳洲移民部兼多元文化部部长啊，菲利普·卢特先生的邀请，移民到澳洲，目的是协助澳洲政府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们在澳洲昆士兰州，图文巴建立一个金宗学院，开始从事宗教团结、族群团结的工作。我们所用的方法还是四学法，特别是金宗学院每周六举办的文献晚宴，提供丰富的饮食，免费招待图文巴市民来聚餐，这是大家提供互助交流的平台。图文巴还定期举办和平论坛，社区和谐与统合研习，社区午餐、宗教领袖咖啡小谈、宗教领袖月议会。所以啊，并且图文巴各宗教在广播电台宣讲宗教教义，将信众团结在一起。此外还举办一些青少年教育参访的项目，像参观图文巴及布里斯班的宗教礼拜场所，培养青少年对宗教和谐共存的认同。2011年起，图文巴市民决心将图文巴打造成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图文巴十几个宗教渐渐团结成一家人。图文巴市长安东尼奥先生说，以前不同的教派的人是不可能聚在一起的，现在看起来他们能够和谐地在一起交流，令人感到非常欣慰。2013年到2017年，图文巴代表团每年都到教科文组织参加国际和平会议，汇报图文巴多元文化和谐工作的成果，获得与会大使与大众的赞叹。2017年3月，有9位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参观图文巴，对当地宗教团结、族群团结的成果印象很深，肯定了宗教团结对社会和谐的贡献。大师们回到教科文组织之后，就积极申请成立净空之友社，这便是净空之友社的来由。普世教育的示范，在我移民到澳洲之后，获得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推荐，从200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和平会议。我在好几次主题讲演的
为与会大众介绍普世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大家听得很欢喜，但是会后有人跟我反映，认为我说这些话只是理想，做不到。这对我而言无疑是凉水浇头，我才意识到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大家对普世教育丧失了信心，如何才能让大家生起信心？唯有真正做出示范，做出成效，大家才会有信心。于是2005年，我在自己的家乡小镇建立一个文化教育中心，进行为期3年的实验，以道德、伦理、因果、圣贤智慧、普世教育，教导当地48000名证明。我们召集了37位老师，要求每一位老师自身先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3种普世教育基本教材的教诲。老师们都做到了之后，才下乡入户为圣证明表演，演出普世教育的典范，感动真民前来学习。我们原本想到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普世教育的效果，没有想到才几个月，但3-4个月的时间成效卓著，小镇风气大幅度的转变，街道亲切了，家庭和睦了，社区和谐了，离婚率和犯罪率大幅度的下降，商店窃盗的案件不再发生。凡此种种确实展现出和谐社会礼义家邦的出现，成果很可观。2006年，我们在教科文组织就这个案例做出8个小时的报告，以及3天的展览，令与会的大师们、朋友们刮目相看，相信了普世教育确实能够促进社会和谐。这个示范证明了2桩事情：一，人性本善；第二是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关键就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遇到能够启发他善性的普世教育。从这里也能看到普世教育的重要性。普世教育的浓缩版就是道德讲堂，在一个不受干扰的安定环境里，避开外界的干扰与染污，以7天的时间密集学习普世教育，通过专心的听讲、密集的研讨与彼此提出心得分享，学员们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学习了伦理道德之后，原本忤逆的小孩变得孝顺，原本贪婪的人变得廉洁，原本性情暴力的人变得和善，特别是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人们不敢再造恶，而是努力积德行善。道德讲堂产生了很好的教化作用，成功的案例达到数万例之多，普世教育的另一种运用模式是幸福企业。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老板是大家长，员工都是兄弟姐妹，大家相亲相爱，互相关怀，共同提升。有一家公司以八大模组来落实幸福企业，方便其他企业复制。这八大模组是：第一个，人文关怀，公司宣导家的氛围，新员工由专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给他予以最大的帮助，并针对困难的员工进行特别的照顾。员工的父母、子女、家庭等都是公司关注的对象。第二个，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幸福基础的根本，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提升员工的道德理念，培养孝亲尊师善良的模式。敦伦敬分的传统美德。第三，绿色环保，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公司注重践行绿色低碳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注意到心灵环保。第四，健康促进，定期展开各个主题的健康讲座，宣导健康的生活习惯，鼓励员工戒烟，设立幸福医务室，建立员工健康档案，美化厂区环境，逐步改善工作环境的。五，慈善公益，展开建善境界建设区的活动，定期进行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的关怀陪伴，关爱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关怀社区残疾人及弱势群体。六，志工的拓展，公司宣导人人都有志工，积极培养公司志愿工作者，以幸福推广志工。第七，人文记录，对于公司的活动进行文字、照片、影像的记录，与其他公司分享。第八，敦伦敬分，用功尽心，感恩的心，以尽职尽责的心去完成。
好，每一项工作。哈佛大学商学院特别为这一家幸福企业的模式做案例研究，目前有不少企业在落实幸福企业模式，包括新加坡的多家企业成效卓著，普世教育的另外一种倡导方式是通过技术大典来落实德行的基础。我们从2012年起开始每年在香港举办技术大典，目的目前这种技术大典已经推广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亚洲、西亚，有英国、澳洲和日本。去年我们也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技术大典。技术的意义在于提倡孝敬之道，而孝敬正是普世教育的根本。所以技术大典教导人们缅怀祖先，不可不忘根本，同时也是安和安详和谐的礼仪教化，对于顿后世道人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建立马来西亚汉学院，2016年完成启用，汉学院秉承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宗旨，培训普世教育师资，办办教学，开设短期、长期与各常态课程，其中包括胎教育、胎教班，帮助准备妈妈建立正确的孕育观念，也包括儿童与青少年扎根教育，从小扎下伦理、道德、因果与圣贤智慧的根基，还包括在职教师、传统文化进修班、学校行政人员、德行教育研习院、高中毕业生、传统文化学习班、幸福企业家学院等等。所开设的课程涵盖各种年龄层次以及社会多个领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与威尔斯大学合作开办英国汉学院，有鉴于中国传统普世教育出现断层，后继乏人，而面临断绝的危机，特别是传统文化优良载体汉字文言文，更是必须在10年之内极密传人，否则10年之后师资断绝，再想补救就来不及了。这是我们成立英国汉学院的初衷。因此汉学院的使命在于振兴古汉语，培养有能力解读翻译落实普世教育
智慧宝库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叫汉学师资人才。这两部书大学图书馆都有啊，沉船儒释道普世教育，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今汉学院已经招收了两届学生，都是德学兼优，发心弘扬普世教育的年轻人，令我们感到很欣慰。希望汉学院越办越好，真正培养出圣贤君子的老师，造福全世界。我们还赞助威尔斯大学举办和谐博士班，为各个宗教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计划，以各宗教圣典基本教义为基础，让学生们有机会深入研究不同宗教圣者的教导，以考核不同宗教信仰在宗教团结与宗教对话上的重要性。学生们将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以及世界各大宗教的经典。我们希望三年之后能够储备足够的师资，所以扩大成为宗教教育学院，其中包括本科班、硕士班和博士班。再过七年，希望更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宗教教育大学。每个宗教是一个学院，共同为振兴宗教教育，促进宗教互相学习，与宗教团结而做出良好的典范。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将来能够弘扬宗教的普世教育，造福全人类，宗教互相学习的教材。2008年，我从十大宗教的经典里当中揭露出要点，编辑成一册，叫《世界宗教是一家》。希望有助于宗教徒之间互相学习。2016年，澳洲、图文堡、新加坡和香港的宗教代表，从各自经典圣典里面揭露精华360小段，合刊在一起，名叫《宗教经典360》。方便人们对于宗教教义的学习。2018年，我们又精选了11个宗教的圣典里面关于爱、一体这样的经句，集聚在一起，名叫《神爱世人》。这本小册子也成为净空智友社的第一本出版物。我们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一定要尽自己所能，让宗教回归教育。因为唯有复兴宗教教育，我们才能够把上帝、真主及一切圣教圣者的大爱找回来。只要我们能够深入研究宗教经典，并
就积极落实这些经典中的教诲，我们就能够发掘出自己本有的那一颗无私的爱心。当所有宗教的信徒们都能够代表上帝去爱世人，上帝的天堂就会降临到这个地球上，缔造和平，普世教育，教学为先。综合我们多年来累积的经验与心得，我们希望借净空智游学这个平台，来和各国大使嘉宾们真诚的交流，共同推动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我们将理解对宗教教育有所研究的大师们，在净空智游社的摄影棚里录讲宗教课程与进行访谈，并想请大师们推荐各个宗教优秀的传教士前来录制讲演。这些讲演与访谈的内容将通过净空智游社的网络电视台对全世界播放，将来英国汉学和活学博士班优秀毕业生也将应邀来讲课，以此对普世教育做出贡献，在提倡宗教教育与宗教互相学习。我们也将举办促进宗教团结活动，方法就是组团旅游。我们希望每年举办一次多元宗教访问之旅，团聚各宗教的大使们、宗教的领袖们，一同参观访问世界各地宗教团队，借此促进彼此和谐与团结。希望净空智游社的种种教育活动能够广泛的传播，成为一个教学典范，唤起全世界人注重与进取，共同宣扬与落实普世教育，以期为世界缔造永续的安定和谐，为人类开创永恒的幸福快乐。谢谢大家。